届金钟奖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，得奖的是《饥饿游戏》。谢谢《饥饿游戏》的粉丝，有你们的支持、拉票、投票，我们获得了这个奖。《饥饿游戏》七周年了，我要前进澳门，然后是我也是会允诺，我就去跳澳门塔了。谢谢大家。谢谢，再次恭喜饥饿游戏。谢谢颁奖人，谢谢，恭喜得奖者。这个十二点截止差2000多票，我们从那个八点晚上八点就直播到，就找艺人朋友一起来直播，直播到开票，还是直播到2359，然后最后是11:30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最厉害，三帅刚好都各忙完，刚好。总部一框，然后三个三帅一框，四个这边聊，那个画面超感人，因为都没约好，那个最后15分钟超难熬的，怎么还没到，怎么还没到？可是如果得了，还是要跳澳门塔，会不会觉得？这个就很尴尬了。想得又不想跳，又不敢跳，现在得了要跳，那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到时候再说。五个人都会去，但是当然是只有我跳。所以他们5个不跳，但是可以说服大家，我都跳了，现场好好看。那这次除了要帮你加薪，幅度是多少？说7点没加薪，我要跟电视台讨论。那五个主持人有说，如果拿下奖项，他们有要另外自己怎样庆祝？这是好。如果他们得，就可以有这个桥段。